你看这题目，洛必集合是由这三个元素所成的集合，是写出 V 的所有子集。那么首先第一个，不含有任何元素的集合，那么是空集合。第二个，含有一个元素的这个集合，那么这是这个集合，以及这个集合，以及这个集合。第三个。含有两个元素的这个集合，那么是这个集合以及这个集合以及这个集合。第四个，含有三个元素的集合，那么就是 V 集合本身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列出 V 的所有子集。那么 V 的所有子集呢，总共是有八个。这个答案